前咧，我就教过大家点样用手机去自制 WhatsApp sticker。今日咧，我就想教下大家点样将 Telegram 入面嘅 sticker 转到去 WhatsApp 使用，但系咧只限 iOS 嘅用家。唔讲咁多啦，即刻开始。首先咧，打开 Telegram 之后咧，喺 Setting 嘅地方咧，点选 Stickers， 跟住咧再点按你想转去 WhatsApp 嘅 Stickers， 跟住咧就揿 Share， 再 Copy Link。跟住你翻翻去聊天室嘅界面之后咧，喺上面嘅搜寻栏里面 search 呢一个字，跟住咧再打开对话嘅界面，然后咧输入 setting， 点选 PNG only， 跟住咧再贴翻头先 copy 嘅 link 上去，耐心等候，通常咧佢都会需要几分钟嘅，跟住咧大家就可以下载一个 PNG 档案嘅 sticker 啦。然后将你想要的图案 save 在你手机的相簿里面，跟着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。打开了这个 app 之后，就按右上角的加号，选择你想要的 sticker 图案，选好之后就可以帮他们改一个名，然后按 save。 回到这个界面之后，就按隔离的加号，就可以将他们全部加入 WhatsApp 里面使用了。但是这个 S 有一个小小的缺点，就是每一 set 只能够整15个 stickers。如果你有几十个 stickers 都想整的话，你可能就要分开几次去制作，又或者是给钱购买了。